什么名字？我叫安娜。你几岁大人？我有9岁。你家有几口人？我家有10口人。有谁？爸爸妈妈姐姐妹妹。你老师什么名字？他叫子子。你叫蔡楠？你叫。你是老师吗？我不是老师，我是学生。你爸爸工资吗？爸爸工资。你妈妈工资吗？妈妈工资。他是谁？他是我的爸爸。他是谁？他是我的妈妈。再见老师。